想象到耐心的河，这是有意识的泪洒成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领了你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只因有主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唱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洒种的花木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只因有主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只因有主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再一次敞开，重振信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只因有主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，他永不离开，他永不离开。是的，主，你的爱永不离开我们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是你拣选的。是在创世以前，我们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，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有人情，光明的
在你身谷中，你对我走出来，我一点都不执着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我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主啊，每天有你的爱，我们就会不丧胆，不忧虑，不惧怕。有你的爱，主啊，我们就有十足的力量，也有十足的信心，勇往向前。主啊，有你的爱，我们不会失去方向的。主啊，因为当我们感觉到缺乏爱，当我们感觉到有所失落的时候，表示我们不在你的怀抱中了，我们不在你的应允，在你的保护中了，我们就会觉得恐惧、忧虑、惧怕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停下脚步，停停看，回到父的怀中来，重新重温主你所给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得着的满足的爱的力量，我们再出发起行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听孩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清晨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殿中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、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主，今天早上，主啊，当孩子在6点多那个闹钟刚响起来，主啊，孩子还以为在睡一下，主啊，一醒来就是6、7点01分，
哦，主啊，真的是要飞起来似的。主啊，请你赦免孩子，主啊，给孩子刚强壮胆。主啊，每一天，主啊，真的是要靠你来的力量来加添孩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仍然，哦，主啊，引领孩子来到这里。主啊，来到你的殿中，与你在爱中相遇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不论怎样的环境，不论我们肉体多么的疲乏，主啊，我们不忘记你。主啊，我们仍然要来赞美你、敬拜你，要不停息的来赞美、敬拜你。主啊，就在你里边得到满满的力量。主啊，我们相信这种力量是你由你而来的。阿爸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把属天的力量、哦属天的能力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论经历什么的环境，哦主啊，真的我们仍然靠你得胜，得胜有余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今天早晨，哦主啊，主上头来赐下你满满的喜乐，也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因你的喜乐，哦欢喜快乐。主啊，走到哪里，我们都是欢喜的，主要是这样带下你属天的喜乐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人生的道路，让我们走出去就是不一样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属耶和华的，我们是属耶和华的，我们要靠着你得胜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到住在你里边，住在你里边。当我们每一天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亲近我们，你就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真的靠着你而行，靠着你满满的力量而行。主啊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，我们干渴的灵每一天都要在你里边得着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子引领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每一天靠着你得胜，不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要每一天思想主的话语，因为主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，是生命的粮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谢谢你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我们的天父身上，我们不管遇到高山低谷，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人言怎样说主啊，我们只要把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，看耶稣怎样去说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把这属天的道路引领我们走向你公义的道路、圣洁的道路，都是因着你的爱，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，来渴慕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把你属天的玛纳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心灵都被开启，心灵的眼睛被开启，让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我知道你在这正行其事，行心事。我们不看环境，我们单单的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一切问题都结束了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你爱我们这一群，你必引导我们，必带领我们打着美好的胜仗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爱戴权柄都归给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担当了一切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抓把心灵抓，我们撕裂心肠，我们不撕裂衣服，我们撕裂心肠，我们向你抓，向你献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我们以活祭献给你，是主啊，是愿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里头的主啊，完全归向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孩子，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父亲，真的每天我们把自己垫上活祭，谢谢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真的我们有说不完的感激，每天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每天需要一个镜子照自己，有没有像父亲。主啊，我们一定要放下世间的一些杂念重担，每天要用活水的灌装自己。感谢赞美主，慈善的荣耀是奉主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想好呀，我刚得到的。耶和华我的神呐、啊！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常常要喜乐的感谢你。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为在造天地的耶和华，我们天天的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。你在这个教会作王掌权。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出荣耀，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行出你的荣耀，帮助我教会向上向你呼求祷告，你听我们教会每一个祷告，教会每个叔母们是坦坦起落在这荣耀内，爱我们的牧者和叔母在你的面前天天的有喜乐赞美你，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能荣耀你，每一个神儿女的家庭都要来荣耀你，每一个孩子为你不甘，我们每一个孩子还爱你不够，求你轮满我们，求你轮满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孩子三个个三楼那个门堂，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来到你面前成为圣洁的孩子，为我们的天父主耶稣，来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，主耶稣是基督，耶稣你就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是那个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与他们来我解决了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撒旦魔鬼又退去，撒旦魔鬼又退去，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每一个孩子得救了，我们每一个孩子在你面前都已经得救了，就为让你就为每一个家每个人能够有你们能扣着耶稣凡事都能做，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扣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，耶和华在这个教会作王掌权了，耶和华在这个教会作王掌权了，教会还是那个光还是那个荣耀，让在这个教会显出你的光显出你的荣耀，帮助每一个人呼求向你呼求祷告，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让我们在这里的呼求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你为我的教会我满愿，你爱我们的教会永远是爱我们的教会的，我要感谢赞美神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赞美我的相爱，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我全能的神相爱，感谢赞美，赞美全能的神，感谢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一开始老人们才有水分灵位，让我们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有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，不论我跟着靠你加添我的力量，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能做，保佑每一个人的身上来门有休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苏醒过来，想想要起落，想想要听你赶快祷告你的门堂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常常的亲近你敬拜你，为我们抚慰到底，要爱我们的天父爱到永永远远，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，一生一世的跟随你到底，要感谢天父保证每个人的春服开出你的荣耀，要帮助我们的美国的总统川普要行出你的荣耀，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你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不论走过什么路程过后你凡事都难，凡我们所交到你的事情都有成就，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天父，谢谢天父，谢谢我阿爸父，谢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不论为我所为的孩子了感谢赞美你，让你的慈爱永远围绕着我们，谢谢我最高者独一真神，谢谢至高的独一真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要常常歌颂赞美我的耶和华，我们要常常歌颂赞美我们的神，谢谢天父为我们为到底，谢谢天父爱我们都永永远远，为我们的教会为到底，爱我们的教会都永永远远，奉基督的名求阿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。是的主啊，我们真是要知道你是神，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安静等候你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，你是万神得胜教会的依靠的神，你是帮助我们的神，你是永永远远
爱我们教会的神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你的爱唯有在这个教会，每一个孩子们，让每一个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得着你爱的宝足，带回到家中，让每一个家庭都得了你的爱。主我们今天就是说，我们爱你，主耶稣，我们真是爱你，我们的教会爱你，我们的牧者爱你，我们的师母爱你，我们的同工都爱你，我们同心合一来爱你。父啊，我们爱你到永永远远，靠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阿门。我们一直在帮父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的人生其实都会变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固定的，只有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大智慧、大能力、大口才、大的平安喜乐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情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活出神的旨意，一切荣耀得胜归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众儿女在神的面前的祷告，神都知道，神都听到，我们所思想所求，神都听到了，神都会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圣灵充满保守，圣灵充满我们的得胜活水，活水得胜教会，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，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保守我们的同工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家庭、亲人和朋友，让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来，让更多更多要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来跟我们一起赞美主、信靠主、见证主。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啊，我在天的阿爸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你天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赞美和感恩，感谢你在我软弱的时候你安慰我、刚强我，感谢你在我骄傲自负的时候你的话语提醒我，让我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继续受教的，有一颗受教的心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看顾一路以来的看顾和照顾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来到你的脚下，天天的说出赞美的话，不论断人的话，让你在世上活出不一样的我们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活出你的荣耀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活在你想让我们成就你最早造我们人的柔美的形象。主耶稣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一路的看顾和保守，求你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来做主做王，我把我们在座的每个兄弟姐妹交托在你的手里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所需所求，求你继续来纪念刚强这座教会，来刚强这里的每个牧者同工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数都数不够。主耶稣啊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我们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感谢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对我国内家人的照顾看管，
80岁的老母亲居然每天还能起来晨祷，感谢赞美你。记得很早的时候就听到中国的早晨5点钟，当我在这边也跟随着你的脚步，你也每一天刚强我的心，让我天天来亲近你，亲近你主耶稣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耶稣，把我的家庭交给你，把我未来的事业、未来的方向交给你，让我们活出今天有盼望，来生有永生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你值得赞美的，因为你的厚恩高抹着我们，你用你的宝血洁净着我们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未来的路。谢谢你一路的看过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祷告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，奉我们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天父阿爸，我的救世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你们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做晨祷，感谢天父阿爸造天造地造就了我们，但是我们都是带有原罪，感谢你用你的让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宝血洁净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能够接近你，靠近你，让你能够走进我们的心灵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说你赐我们平安，让我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我们走在你生活的生命的路上，我们永远快乐、喜悦、平安。孩儿李建平以上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，我们避不开周围的争吵，就是在混乱中，我们要体会到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仍然信靠主，仰望主，祷告主，还要不停的赞美主，感谢主，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歌颂你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我愿意完全的放下我自己，背起十字架走你的道，你给我预备的道路。虽然说这道路上有苦难有挣扎，但是主，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完全的放下，完全的相信。主啊，你是信实慈爱的主，你给我们的爱是福杯满溢。主啊，每一天我们都靠着主来喜乐，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然后来过我们的生活。主啊，就求你能够让我们的心眼明亮，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心灵的耳朵，能够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权柄的。主耶稣啊，我也愿意把我的家庭完全的向你摆上。主啊，我的宝贝艾文是你所赐福的。主啊，就求你能够将圣灵的恩膏继续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能够让他在你派的天使周围安营扎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有了更新的生命，让我有了一个活水的泉源的生活。主啊，真的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希望每一天我自己都能够凡事谢恩，凡事祷告，能够活出主你的荣光，你的荣耀，能够凡事靠主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女儿真的不配，就求你能够用你的宝血洗净遮盖我隐而未现的罪，得罪神的一些行为，一些言语，就让我能够有一个谦卑顺服柔和的心。
主啊，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是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神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主啊，你是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神。主耶稣，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有你的美意。主啊，你要使我们刚强壮胆，你要使我们柔和谦卑。哦，主啊，你要使我们心中充满了爱。主啊，也要使我们灵力充满了属天的智慧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活在你面前实在是美好。主啊，在教会当中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，主啊，让我们得以在这里一起学习，一起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同的成长，一同归荣耀给神，也一同向主交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晨祷，让我们继续在晨祷里面领受晨祷的奥秘，领受晨祷当中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也来更新我们的教会，也来铺平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美好啊！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吧，啊，我们的经常会在祷告当中所使用的经文啊，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哎，下一节你没有打出来，我们再把下一节第五节打出来。好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最终目标是什么？顺服基督。假如一开始就顺服基督，会不会有这些强烈的属灵征战？不会，因为我们都长大了，都成熟了，都有属天的智慧了，也都有属天的能力了。所以一开始如果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顺服基督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战争中的伤亡，以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虚度光阴，或者是白占地图，或者是反见证，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警醒的。不过呢，也因着我们经历了各样撒旦仇敌的搅扰、拦阻、征战，以至于我们就变成了像一棵树啊。那么一个常青的或参天的大树，它的根很深。然后呢，就算这些事情让我们经历了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世人，我们就更知道怎么帮助他们顺服基督。所以呢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么你让全天下的人都这么顺服基督，看来是没那么容易，而且他们根本不认识谁是基督。那么你说在教会当中一开始大家都顺服基督该有多好啊？问题是，如果我们大家一开始都这么顺服基督的话，我们大概学不会属灵征战的功课，所以神就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现实、在我们的周遭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但是当上帝容许撒旦仇敌来搅扰、来拦阻、来制造一些纷争的时候呢，那就看谁是顺服基督的，谁不是顺服基督的，马上就分辨得很清楚。因为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主心，里面到底有没有顺服基督的心，那么在一场属灵征战的同时，那所有旁观者就会变成冷眼看。哦，那上帝眼在看，那自己呢经历过来之后呢，会回头，如果顺服基督了，就会说，哎呀，我过去怎么这么愚昧，我脾气怎么这么大，我怎么这么小性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，那个就是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做的事。不过呢，只要我们回转
归向神，神都会宽恕我们，神也会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，让我们经历了一场风雨之后呢，患难见真情。那么虽然这个有一些障碍，不过呢，经历之后越发发现我们是同舟共济，我们都在一条船上，所以呢，船翻了，那我们大家都死光了。那如果船能够稳住了，能够继续的向前航行，如果再来一场风浪，我们就不怕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风浪。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风浪，那么再来一场风浪的时候，那么依然是会受惊吓的。所以神容许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容许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顺服基督是大前提，顺服基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什么人一开始就懂得顺服基督，那你就一定会在一场属灵征战里面得着一定的得胜。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懂得顺服基督，最后基督还是得胜，只要你还是会回头会回转，最后你也是得胜，只是中间会受一点伤而已，不但自己受伤，而且会导致让别人也受伤。不过呢，有伤没有关系，没有死啊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我们不怕他。所以撒旦仇敌他会兴风作浪，会兴风作浪的不是神，是神容许撒旦仇敌兴风作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我们当中有人不够顺服基督，不太明白属灵的次序，所以就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学一个顺服基督的功课。